我要借这机会吼，因为我老实讲，这台湾电脑转去吼，啊，有甲一寡少年咧讲这台湾的将来吼。啊，即几人台湾历史当然是提高真济啦吼，这无毋对吼，大家拢认为讲是台湾人，毋是中国人。但是有一个我较烦恼，就是讲对这少年的吼，因感觉讲是台湾人，但是因对国民党甲对共产党吼，对中国吼没有戒心吼。因感觉因是另外一个国家，但是因知影讲这是无共款的国家吼，伊对台湾永远有迄个野心吼。所以这点我是希望啊，即台湾的朋友少年不管安怎吼，去了解较侪台湾的历史吼。真不幸，咱过去伫台湾在读册，拢无读到台湾历史，也无在读到台湾的地理吼。所以真见笑啦！哦，阮遮来遮六七十岁人，才搁在学习这个物件。哦，所以希望咱所有朋友当去了解台湾吼，伊历史的地理吼、哦。啊，你对这些土地，我相信你这个你的心就无同款吼。啊，对你隔壁这个歹厝边吼，爱、哦、较有这个哦啊心理准备就对吼、哦。啊，对国民党过去做。去了解较侪哩，哦，希望这是啊、对将来台湾的前途应该有真大的帮忙哦。那照拄啊，迄啰社建华社长就讲，就是讲表示讲，咱台湾人甲今嘛，也咧含含糊糊咧过日子，唔知影讲家己的死活，哦，啊所以。但是呢，最近若是照迄个民调来讲，50%人讲伊是台湾人，毋是中国人。啊，讲是家己中国人，剩无10%啦，敢若7%尔。啊，讲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，会占20%。即个就是代表讲，台湾其实大家拢知影，伊个问题伫倒位啊。但是毋知影安怎，咱无要正经讲要出来讲。要安怎讲，足将即落台湾人，台湾的迄落征途，然后正常化，也是安怎？即是讲希望我大家吼，会当站出来。明明知影，咱家己都毋是中国人，伊在站出来，讲看要做一寡代志安尼，吼、哦，希望大家吼、哦、努力啊！好，安尼，谢谢。你是要补充的？我是简单几点要稍微提醒了吼。咱过去伫即个咱咧读册历史，伫中学个时阵，我甲读册个马关条约，啊，即其实对咱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咱应当呢，就是我个建议，嘛是有希望呢，即、這个国金山合约，合约呢，即、這个详细个呢。来龙去脉呢，我大致咱台湾的历史，伫中学，甚至要初二就开始，有一个真好的计算，互大家了解。哦，我看这若有当有法度安尼的时阵呢，即个少年人呢，有法度较比较知影讲台湾的这历史，这是上重要，甲台湾的前途的内底。近代史内底是上重要的一点。我来补充一下。好，我来。我才有听的。我伫卡面内边面啦吼，即摆针对即个刘医师拄仔讲一点来讲吼，实际上，若是我毋是理论家，我是讲也是运动家啦吼。所以我的看法来讲，真困难，因为在台湾吼，第一，咱无迄个制度，无迄个规律。无迄个权利吼，来说明这个代志吼，咱的乡亲知影。啊，搁讲倒转来，教育机构以外有办法了无？有手段了无？答案呢？无，实际上无。台湾有一挂朋友伫地下电台伫拍拼，但是吼，伊旧年来讲啦，五个月中间。哦，叫搜查5次啦，逐个月来搜查，啊，每一摆叫搜查，设备种种的破坏、没收，
拢是爱了头台票100万的左右，所以未通就是啦。啊，无你甲一部分的朋友会当了解，我这两三天向美国要求，阮至少要有一点钟的自由的时间。台湾无言论的自由，啊，台湾无言论的自由，所以希望哦，台湾人美国会当保障，会当互阮台湾人哦一点钟就好，一天一点钟就好。然后这时间利用美军电台，或者是讲美国大使馆的电台，因较早有做过，较早有美军电台，所以要设备电台是真简单的代志啦。问题是讲，那咱家己台湾人去做，马上就搁叫苏扎去，搁叫没收去。所以，若是会当利用这个美军的电台，或者是讲 AIT 的电台，一点钟就好。然后半年的时间，这几年的时间，我相信这个教育的目标就会得到。所以我针对这个吼，已经写两百批啊，吼写两百批啊，我会继续一直要求，一直要求，因为吼，毛泽东真聪明啦。伊讲政治真简单，一支是吼枪，比迄个枪杆，另外一支杆子就是笔杆，笔杆就是讲媒体的意思啦吼。所以这两项中间咱拢无，所以我希望搁加强努力，是毋是会当要求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国会当保护台湾的言论自由，一点钟就好，一天一点钟就好，但是袂当讲。搁地下电台，地下电台你搁做，嘛是搁一百万了去；搁做，嘛是搁一百万了去。所以会当入美军电台，这就是答案题啊！啊，我已经两摆批出去啊，啊有合约，大家吼抄抄的，做 copy， 啊寄去奥巴马遐，寄去外交委员会，寄去台湾的 AIT 台北谈高雄，地址拢伫啊，啊寄去希拉里，地址拢伫啊，我批拢总，查明有哪有发这个批就是啦，吼。所以，因为拄仔开始做吼，或者讲的内容啊，比较较无完整，啊，较无完整，所以希望吼，啊，佮继续安尼落去做吼，佮会当得到咱的目标无？所以希望在座的朋友以及有听到这个吼，YouTube 这个遐朋友吼，对争取媒体一点钟的自由的时间，言论自由的时间，大家互相来拍拼。啊，那安尼来吼，我相信吼，唔免几个月啦，台湾的舆论拢在变过来。我所了解，先生我有在讲，台湾即摆可能吼，真侪在讲咱的代志，讲咱的这真正的台湾的吼，这主权地带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是当然的，已经是变当然的代志啊。所以吼，时代的潮流有在流，有在变，所以阮是真有信心，所以希望利用这个时间，利用这个。YouTube 呢吼，呼吁咱的人，台湾人吼、哦，你若惊无要紧，你就去 copy 一下，啊、哦，无写你的名嘛无要紧，啊、哦，那寄去 AIT， 啊、哦，高雄一天就到啊，台北嘛是一天就到啊，啊，寄去台北也好，高雄也好，目标会达到。啊，若伫海外的人，哦，简单啊，看要奥巴马好，希拉里也好，还是讲外交委员会也好。这拢是主要的所在。啊，若讲这你唔知吼，你隔壁报社嘛是真好啊。哦，你咧看的报社嘛是真好啊。无管是啥物款语言啦吼，那总是爱讲讲搁讲，这是奥巴马的部署啦吼。啊，伊选举赢就是讲，你爱讲，你爱讲，你爱将你的议题，甲你某讲，甲你囝讲，甲你的朋友讲，就是咱台湾人吼，无迄个嘴通讲。就希望哦，以后大家拢总会当开嘴。你的金水啊，开出来，讲讲讲，安尼来吼，咱就希望，感谢。